第二呢，果具有益。果是什么？果就是实与根。为实与根同时聚起，才会起作用。啊，举个例子，如眼根照色见识，眼识随时同源，耳根照身境识，耳识随皆同源。于诸实境分明显了。那举两个例子，譬如眼见色，眼叫照见的，啊，像照相机一样照见。啊，能见，是根中之识。我们有眼根，眼识跟眼根同时起作用。啊，根跟识都有生命，只是阿赖耶没有生命。阿赖耶不跟身同时生命，啊，前面五根眼耳鼻舌身是跟五根同时生命。身要是死亡了灭了，前五识就没有了。啊，什么东西存在呢？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存在。啊，六识的分别，七十的执着，八十的种子，这个东西存在。啊，八十以阿赖耶为体，其他的都从阿赖耶生的，因为第六、第七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所以物质灭了，它不灭。前面无根是物质现象，无根灭了它不起作用，啊，它必须要有根。眼见耳闻，啊，摄于根同源，所以于外面境界照料分明。啊，彼时身意亦复如是，是为果具矣，具有矣。第三个呢？恒随转意，注射起始，种子随着转，如眼根照见识，眼摄种子
随皆相续，无有间隔。那因为眼识种子是能见的眼，啊，眼根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刹那生灭，它也刹那生灭，啊，它的生灭跟眼识是同时，啊，眼根眼识同时，没有间隔的。这叫恒随转，二比深意等，注释各个其实一佛如是，恒随相属，啊，是为恒随转意。那他们生灭是同时的。第四个心决定心，那注释各个所缘善恶无记三心，无有见杂也。那如眼识缘恶尽，就成我法，不能成善法。如缘善缘呢，它就成善法，不会变成恶法。若缘无记，则不能成善恶二法。注摄其实亦复如是，就是心决定心。啊，三心，善恶无记。无记是不善不恶，那么善恶的因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，啊，这个种子很复杂，十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，有佛种子，有菩萨种子，也有魔鬼出生的种子，也有地狱的种子，啊，无间地狱的种子通通有啊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临命终时，人在断气之后，这些种子通通现行，啊，好像出来竞选一样，哪个力量最强，哪个就先受报，啊，果就现行。自己不能做主啊，业力做主，就是善恶业力。啊，无记业不起什么作用，决定你到三善道还是到三恶道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啊，诸佛菩萨古圣先贤为什么教给我们断恶修善，啊，让我们的善因相续，
恶因虽然有，恶的力量总比不上善的力量，这就好啊。善恶怎么修？必须真的起心动念的为他着想，不要为自己啊！一定要知道，为自己自私自利决定是恶，为别人决定是善。啊，多替别人着想，决定有好处。啊，多为自己想一分，决定是害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。